另外香港代表许靖韵和冯允谦亦有参与其中，能够透过这个音乐节见识到这么多各地不同的音乐文化，他们两位都说很开心。而 J 还表示很想有机会和韩团 and Sonic 合作。其實我覺得個個都很厲害，因為我發現他們個個都不同的表演的東西，好像剛剛我們看了日本那個就是 band 的，之後可能香港那個呢自彈自唱的，即是可能文靜一點的，之後可能韓國又跳舞的，所以每一個都很不同的特色。其實我自己就很期待 and Sonic， 即是我知道他們一出隊哇咁型啲 fans 嗌到，你真係想學佢哋嗰啲型格？其實唔係，因為我自己行係唱作即係創作路線嘅，咁但係我自己都希望可以跳舞啊、唱啊，都可以學習一下咯。